这个视频呢需要配合昨天的视频看。雪宝呀，这是越来越可爱了，我逐渐的呢被他征服。我甚至决定为了他好好的改造一下马剧院。这是今天下午3点左右，我正在这块呢打扫马剧院，雪宝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哎呀，咋这么缠缠人呢？啊，我收拾屋呢，你不知道吗？跟你们收拾窝呢。跟着跟着的啊，贼缠人。往里走。嗯，往怀里拱。你就说这马，你说你能不喜欢他吗？你看他们更不搭理我，他俩吃屎呢，看吧。没有，就他来了。这老好玩了，这马真的老有意思了，就是贼有情感。行了，出去吧。来了。哎，我该收该收拾屋，走。你老跟着我干啥呀？没有别的事了。没有别的事了，是不是？老跟着我。干啥？还要往这边拱啊？太多了。非要往这边来。之后的雪宝呢，甚至呢去外面想从窗户进来，之后我就听到大大的声音，他从外面呢又进来了，倚着这个栅栏把马屎呢拉到了我的这面，然后他又开始顶栅栏。这一次呢我注意到了，是想告诉我他好了，是这个意思？真奇怪，怎么这么聪明吗？难道说雪宝一直在找我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他病好了？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有这种行为，或许这一切呢都是巧合，但确实是呢给我征服了。也因此呢，我想给马圈好好的改造一下，让他呢更开心一些。你改的不是外面，主要是里边。这个空气老不好了，就味儿老大了。夏天可能是，再一个这后面吧，这后面应该安个窗。没有这窗户，就是这空气不流通，味儿老大了。所以大家帮我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能换气儿的东西吧？要不行受不了，这受不了，那雪宝就来了。换气儿的东西得有。然后这块呢，我先安个那个叫什么来，就是那个蚊子进来那个东西，那叫啥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正方形的，这么放呢，然后在这安点一个那个能吸蚊子的。然后最近呢我就要改造马剧院了，大家就是给我留留言，然后我每个都看一看，然后给马剧院改一改，夏天让他们好好的过一过。最近没有办法，还是再说一下，只要是天暖和，我现在就想把他们的毛都剃了，真的，我看都闹心，别说你们看的了。